哦，对不起。
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。你还是喜欢这种矫情的东西啊。好久不见。我听说你转学回来了，还和我一个班，结果第一天上课就逃课呀。你还真是没变，还是想到什么就会做什么就行。我没说过吗？那肯定是因为你也没问过。因为我看到你这眼，就完全没有了久别重逢的感觉了。从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是这样充满了行动力。有的时候我真是羡慕你这一点。是吗？行动总比不动好。世界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？从那时候开始，很多事情已经变了。那时候少有人会搬完家后再搬回来。不是吗？所以你是一个人回来的。回来的理由呢？不会是因为想我吧？所以呢，是为什么？没有兴趣，看着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也不像抑郁症啊。女生和女生相处，是吗？我怎么不信呢？
是喜欢男人了？压力，你这为了女生逃课跑出来，和你说的可完全不一样。口气が嫌だと言っても、体は正直なものだ。なものだ。看到什么？是因为他，什么事情？突然问这个，你想不起来了吗？想不起来的话，就算了吧。还有，不要转移话题。刚才说到了你喜欢的那个女生，不要装糊涂啊，就是你为了她逃课出来的那个女生。还有啊，我发现你没有否认喜欢。那你为什么逃课出来？被我问住了吧？再说，你喜欢他不是正常的吗？那可是易遥啊！又想岔开话题，好吧，看你这么认真，那我就再回答一次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一个行动力超强的人。小时候是个整天想当正义的英雄，在街上转来转去，准备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笨蛋。现在是个在操场上看到女生就逃课出来想要撩妹的笨蛋。那是什么样的性格？明明连什么时候认识我的都记不起来。某样东西。
你明白什么了？你就明白了个催子。医生，你没发烧吧？还是动画片看多了？这都是什么厕纸轻小说的台词啊？我和你说吧，易遥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，既不会寻找宇宙人，也不会拯救什么世界，更不会变身成为魔法少女。她现在应该回到她自己的班级了，就在咱们班隔壁。就连住的地方都距离你小时候的家不远。青春是暴走的鱼。所以，你想要对他告白？对易遥告白？你又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了？穿什么外套只是个人选择吧。再说今天下雨，一点也不热。对了，非要说的话，瑶她有些不合群。Thank you.
准备出发了。想看看你啥时候走，是吧？是因为易遥吧？妈，被我猜中了吗？又在转移话题。这个城市的天气本来不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吗？你呀，居然连这种事情也忘了。在犹豫吗？易遥可能在等你啊。作为男生，怎么也不能让女生等吧。就算知道，却还是想要逃避吗？算了，我给你个建议。这周末不是端午节吗？你干脆直接约他逛庙会算了。你不是知道一个很棒的地方吗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既然记得，真是选择性的记忆。多多加油吧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
请问你是余生吗？你是小生？不是的，这个小生，你有话要对我说。小生，所以那封信真的是你写的？太好了。再次相遇，你还记得之前的事情？当然记得。到这个城市，所以，小生，你说的那次相遇，是指你搬回来的那天。你说的朋友是古洛？我，认识，确切的说，以前认识。所以，你想要对我说的是，
这样啊。也不是说不合适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余生，你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。然后就突然对我告白。不如说，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话啊？庙会，端午节的庙会，嵩山公园。知道了，只是逛庙会的话。久等了。我的身上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那你在看什么？这种玩笑，
会吗？那种事情我忘记了。或许来过吧，但是有些事情即使发生过也还是会忘记呢。会忘记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感到遗憾的其实是记得的人吧。忘掉事情的人因为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反而不会遗憾呢。记忆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。医生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昨天晚饭吃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记得，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忆。我们的大脑会放弃掉被判定为无用和有害的记忆。也有可能不是放弃掉，而是把那些记忆藏起来。明明你昨天晚上吃了饭，或许你昨天晚上还觉得那顿饭很好吃，但是现在那些信息你的大脑已经检索不到了，那顿饭菜的味道和香味就这样永远在世界上消失了。我只是比较喜欢看书而已，不会像某些人随随便便就逃了早读。吃过了，怎么？讨厌，不理你了。这里的人好多啊。我们也要挤进去吗？
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庙会啊？我还以为你喜欢热闹的地方。三次见面就要牵手，可是为什么要牵手？这里是？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小路？认识的姐姐呢？和那个关系好的姐姐之后有联系吗？可是，你却记得这条秘密小路。看来，刚才你还是好好听我说话了。
什么赶不及了？一点，不用休息，我们继续走吧。你还带了这个。谢谢。你就带了这一个吧。还给你，你也喝一点吧。不用担心，我怕你觉得不卫生，就用指甲刀把我用过的那段吸管剪掉了。
这里还真是高啊。烟花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抱歉，一直拉着你的手。小生，我先离开一下。不用，就是刚才的柠檬茶可能喝得太急了。我去雪饮一下。你会用手机搜索一下吗？小生，在这里等我。在这等我，别走。你说什么可惜啊？没事啦，以后可不能喝陌生人给的饮料。
好美啊。小生，谢谢你带我看到这么美丽的烟花。没关系了，小生，在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烟花，我从头看到尾了呢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庙会上还有这么精彩的活动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征求你同意呢，叫你小生可以吗？结束了呢。陪你，小生，小生同学，你知不知道，在这荒郊野外的山顶上，和一个女孩子说这样的话，是很变态的表现。不过今天是例外，你都找到这个地方让我看了这么精彩的烟花，如果我不报答你一下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我们走吧。
今天的庙会还真是漫长啊。散场时啊，对我来说也刚刚好，可是我不太喜欢呢。不，我不是讨厌结束，我是讨厌散场之后，人们就会忘记他们看到、听到的一切。就是这样。重新开始。我听说，小时候你是转学回来的。都说你有点怪呢。不，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。相反，我其实挺喜欢直来直去的。不用去猜别人的心思，也更能节省时间。如果大家都能像你这样直接，世界都会变得很和平吧。才怪，小生真是单纯。就算我说的那种情况真的实现了，世界也不会和平吧。
天的晚饭，也能忘记上周说过的话吧。前一个月的心情，去年许下的约定，这一切都有可能忘掉吧。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一个我了。那么我昨天许下的诺言，今天或许就不算数了。只要我们会忘记，世界就不可能和平。小生，你不也忘记了很多事情吗？比如告诉你那条小路的姐姐，你不是也忘掉了吗？所以那个姐姐是没用的东西。真狡猾。命运石门，不怎么喜欢游戏呢。对于我来说，不管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还是现在发生的事情，我都不想忘记。你让我陪你来的就是这里。好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
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啊？所以，这些樱花是特地为我准备的吗？只属于我们两人的记忆。今天的烟花，如果你真的不会忘记的话，小生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烟花，能不能抱紧我？我突然好害怕，害怕明天的到来。保护我，谢谢你。小生，
是该同意呢，还是该拒绝呢？易遥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抱歉，我可没办法一本正经地说着那种话。耳朵长在我身上，想听不到都难呢。见色忘友嘛。哎，我昨天就应该猜到了。哎，你等我一下啊。算了，不挖苦你了。所以呢，真的交往了吗？什么叫算是吧？真没想到，竟然这么顺利。不是看不看得起的问题，没什么，要是之后的事情也能够顺利就好了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点太顺利了。谁都不会想到会这么顺利。感慨一下呗，你可是踏上了伟大征程的第一步啊。这是比喻，笨蛋。都会懂吧。是吗？建议啊？啥建议啊？那种事情你自己去想。再说什么也没有。你在乱说什么？这种事情怎么样也无所谓吧。哎，还你家易遥，已经叫得这么亲密了。该说是喜欢呢，
还是不喜欢呢？放心吧，谈不上喜欢他，不过有好感是真的，毕竟认识这么久了。算是吧。话说以上啊，你真的是回来之后见到易遥就一见钟情了？这什么中二的说法啊？算了算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，什么也没有。余生，我问你，你真的喜欢他吧？说的也是。都说过好几遍了，什么事也没有。那个
对不起。请问，我们有见过面吗？还是变成这样了吗？姑且算是知道点什么吧。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你让我整理一下。不好了，上课又迟到了。等下课的事我详细跟你说。其实，早就有很多男孩子追求过易遥了。只是都失败了。我想问，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，无论是谁，一旦向易遥告白，易遥就会把那个人忘掉。这件事情我也只是听说过，并没有亲眼见过。毕竟我和他也只不过是以前认识的程度，只是那传言传得很疯，甚至有我认识的人说亲身经历过，总之并不像是假的。最开始你说你想要追他的时候，我只是犹豫过要不要告诉你来着。可是这种事情就算告诉你，你也不会信吧？毕竟连我自己都不觉得这是真的，所以就一直没告诉你。我说，你说没事吧？详细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就是了。
请问你找易遥有什么事情吗？一定是被甩了的前男友吧？是情书吧？就交给我吧。
那个，你是余生吗？请问这个是你写的吗？那个，你怎么了？我们果然有见过面吗？昨天？昨天？公园？山顶？我，昨晚，我昨晚，我记得，我是要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，我们，我，哦，好像。